乖孙啊，今天出来散步有没有开心啊？这骑楼怎么会有这么多箱子啊？婆婆，不好意思挡到你的路，我马上就搬完了。骑楼不能乱摆放东西，也会害我们跟路上的车子争道。我们现在要过斑马线喽。婆婆，我赶时间呢。你们真可恶，骑机车要礼让行人，否则将处以新台币1200元到3600元罚款。记住哦，行车要有同理心，礼让行人。谢谢您，交通部道安会及台南市政府关心您。